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豪小排演的团长黄建豪。自从2011年开始创团以来，我们豪小排演不断的在剧场界制造各种的笑话，而我眼前就把我们这几年来所累积的东西作品全部都放在这个档案夹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做多少事情。不过我手边这本全部都是我们的艺术总监萧东义的帅照，你看如此的厚。而我手上现在拿的这张是我们所有报税的证明，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赚过需要报税的钱。所以豪小排演为了突破这样子的困境，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启动了一个台湾本土情境喜剧凶宅的演出计划。做什么事情？不是你想那样，不是你想那样的，不是我想的那样。我刚以为你们在玩摔跤，所以不是。好多泡泡，不会打泡。这算是总算醒了，我才是主唱。凶宅自2015年开始，我们16年、17年分别巡演了北中南，蔚为风潮。当然，在我们已经成为了剧场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之后呢，我们更希望把凶宅这个东西推向世界。所以，接下来请容许我在此透露一些小小的讯息给大家知道。不过，在正式影片播放之前，容我提醒大家 ，Netflix 可以先订了。好，看一下。